兄弟们，今天咱们换一个口味儿，车门大面积褶皱变形，免喷漆修复。电木方抡大锤，将门边砸顺之后，咱们用分离千斤顶，侧撑卸力。注意这种大面积的凹陷，顶块粘得越远越好。配合拉桥，将车门轮廓缓缓地拉出来。然后咱们进行杠杆精修，可以看到车门撞击力度过大，多处严重拉伸。先用软头工具整体找一个平整度，将拉伸部位空出来，再用收火机器单独处理。收火方法咱们之前讲过，将拉伸部位处理到微弹的状态，直接上设备就行。一波专业操作之后，咱们一起看一下修复效果。还是原来的车门，还是原来的油漆。觉得可以的，点个双击，点个关注，咱们持续分享更多高难度修复案例。